直到看到。小女孩一样开心，也许就是因为她有个无条件支持自己的婆婆。向太不像其他豪门婆婆一样一直催生，是否要生三胎，她都尊重郭碧婷的意愿。碧婷，她想生三胎，我没有逼生，我是一个真的是很放任、宠儿媳的一个婆婆，都是以郭碧婷为主的。不仅如此，向华强也并没有过多要求郭碧婷，就算投胎生下了一个女儿，爷爷也是十分宠爱。她如果在休息。谁呢他都不会听，如果听的是不是他孙女打给他的，他一定很生气。只有孙女打给他，他完全不生气，叫醒了睡觉被吵醒也没关系。也许郭碧婷的婚前生活由不得自己做主，但遇到了向太，他也算是真的做了自己吧。